刁难妈。牙兰是姐金捻富贵，到死捻得金早。佢70年代初已经豪花400万盘西子，在赤柱起间别墅，淨係买大厅啲大理石都话要成80盘水西子。呢间别墅有中西两个饭厅，西式果个窿仲油奶白色。中式果个酸枝家私，睇返李汉祥导演，台湾侯婆认真踩过出国语笑片，只羡鸳鸯不羡仙，就係响呢树拍嘅。靓时姐响中华民国25年6月20号礼拜六，由省城落嚟香港中央戏院，拉佢踩过出唐公演梦碎片登台，当时嘅情形。唔该你哋班观众睇返我哋柠檬先生讲故嗰段片啦。上海老汪福庆系铜锣湾二和街口，起间成1400几个座位嘅京华戏院，就系喺中华民国41年1月17号礼拜四晚9点，由靓时姐剪彩，跟住放西片《十面威风》。靓时姐得一粒仔，刘洋剑声，又有两位千金，都系响女不读书嘅，细女叫汤安仪，大女汤晶得做眼，向中华民国53年拉住系由一村玉兰路门牌一号嘅马友潜订婚，收尾唔肯嫁。喺中华民国57年秋天，奶奶林拉条住喺剑山罗省嘅黄仁林咪确结婚。五个月后又告上法庭，话呢条友仔唔捻识得调戏，话嫁基仲系处女，返返中直到门牌44号外家住，话要拉黄仁林咪确解除婚约，之后又改嫁过个姓邱嘅。